在海南岛把四家飞机起落架轮胎爆掉，我延误了两个小时。那飞机有事吗？啊，有事啊。那个是都上去了吧？把飞机封锁了吗？啊，对啊。消防都上去了啊。那架飞机有问题了，是啊，消防车停了。消防冲出来呀，要从前登机口上去了，穿的那个防护衣啊，北航的啊，这个三叶草就是我操，就这里二了，二来红是吧？这什么航？啊，二航，爱航，对，航，对航，妈的，这种消防车冲上去没好事的。砰！撞车了！登机的，可能登机的。上面套上去了呀。